下你们在不在状态。为什么打开了两个呀？开两，然后他们有特权。一，现场教学撩妹技巧；二，被迫关进精神病。我们很像精神病。谢飞，我觉得这个很适合你。我觉得很适合你。他可能。你们觉得我不正常吗？大家都是人，为什么要互相伤害？哦，我觉得看一下看一下还有什么。三，互心动瞬间互。四，团队里谁疯起来像魔鬼。谢飞。五。如果让你当一天的广州斯巴金瓜群管理员，你要怎么推销金曲演唱会？哇哦，哇哦，好难啊！我觉得今天好多条都很适合谢飞耶。那个太对，我也觉得。你们想选什么？那选几呢？三、二、一。哎，刚才谁喊二喊的最大声？你们这片怎么说话你就感觉二跟四其实差不多。对，其实差不多。其实我觉得就是一个话题吧。那你们觉得呢？那就选四吧，四吧，四吧，那我们选四吧。都好配哦，就下面下面的还要那个加一个那个变声。我去，整个团队里谁疯起来像魔鬼一样，一样有多疯狂？一样是什么意思啊？就像魔鬼，多了个空格是吗？对他打多了个空格，有多疯狂？哎，是谁呢？谢飞飞，这不就是谢飞飞的日常吗？没有啊，你不要说，你的人设都这么明显了。我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我没听到。我说你的人设都这么明显。我人设多好啊！你这么激动。我人设不好吗？是吧？那哪里疯了呢？就你脏我。你不干净了。啊。好，那从那边来吧。搞事！你砸场子，给个机会嘛。那就由那边过来吧。你们随便说一个谢飞飞，其实也没关系的，随便说说。虽然谢飞飞，谢飞飞，有没有例子，就是可以举一个的？想象一下，他平时排练的时候，就你们带坏人家。虽然说我的倍数不是很高，对，你要记得我也上半个前，不是，我也是前辈啊。半，对，就确定是我吗？是。真的确定吗？可以考虑一下。就是我们可以直接搞一个投票，觉得是谢飞是的举手。那太多了，同志过来了。他们底下怎么回事？来举起手，看是哪几个粉丝这么热情，就说别人的推说的这么开心。拉出去！谢飞已经锁定了，原来你们都不是我的推啊。是锁定，哎，哪个是我粉丝？我没见过，不是真的觉得我吗？从哪里看出来？你可以，就是你们哦，我知道。他说他跟你不熟，他就随便，他就随便说说，就是凑个数是吗？那你呢？你有没有觉得比较？其实啊，可以换一个人的，换一个，对对对对，可以你讲你，可以不是我们台上的，就是除了谢飞飞前辈以外，还有。我觉得瑞子前辈其实挺疯的，就是嘛，你看，哎呀，没有，我说是除了你以外，除了大家是就是还有说明你排第一，对，因为除了就对对，大家都说你看我就就没有意思嘛。然后我觉得瑞子前辈为什么疯呢？因为反正我觉得他感觉他排练的时候吧，都挺也不叫疯，叫欢乐。比如说他在后台擦那个，他不是最近手受伤了嘛，然后他擦那个药，他非要一个好好的药，他非要把它形容成什么啥就那种东西嘛。然后哪种东西？谢飞啊，好的。就感觉他不叫疯，叫有趣，对，这叫有趣，就是非常接地气，哎，是挺接地气的，是，哦，还有小乔前辈也是，啊，大小乔前辈都是，好，他们那个你这个就说对了，这个我赞同，乔飞也是，然后是真的，是真的，对，就我们其实就是普通的同事关系，好的，听懂了，听懂了，我说一个，我觉得。这个看氛围啊，看氛围，就是有的时候吧，大家都其实排练的时候是比较容易疯的时候。然后我们队的话，大部分都是以谁呢？来，我点个名啊，等一下，以杨媛媛、谢飞飞、娄艺瑞、王子欣为首，四个先锋。哦、我不是第一个，没有啊，在你排名不分先后，分一下也可以。队员是真的。
思维比较跳脱，然后他们一般都是以他们为首开始疯，疯完以后整个队就疯了，对，很欢脱的那种。就是平时排练的话，我们其实大大小小也经历过很多次排练了嘛，有的时候睡不醒排练，大家都会比较怎么说呢，没精神，嗯，对，然后他们没状态，对，没状态，没状态，他们一疯，然后我们就有了，人有精神，脉动。脉动一样，就像打了。他很想知道怎么疯，你告诉他，你仿一，模仿一下，一下吧。你提的，你来嘛。没有，不要嘛。里面有包括你吗？请你本色出演一下。不是，我就想看看你眼中的奶瓶是怎么样疯的嘛。我还是要保留他一点美好的形象的。那在你心中美好到哪个度呢？你怎么回港星？而且我觉得很好，就非常的太好了。好，好，那我们问问刘果呢？我觉得那个，我觉得那个，哦，这个灯今天很亮哎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我是想说，我觉得那个撕破脸情侣是蛮疯的。你说撕破脸，为什么要看着他？因为他把我当主持人，对，我是主持人，对。对，就是我还以为有什么故事。没有故事，那是有。你这么激动干嘛？故事，有故事，不知道有故事，没有故事，就哇，真的是，就今天，今天排练的时候，然后就菲菲姐妹在上面那个当 dance 的时候，然后斯托林跟我说啊，今天我就一个人在下面看谢菲菲在上面跳舞，哇，我当时就心动了，我自己脑子里都有一个画面在里面。那我们是不是应该换个 MC 话题，选那个心动瞬间？对 ，All right， 其实也只是正常的操作而已了，就是帅，就是帅气，跳得特别好。与生俱来的，懂了懂了，对，就与生俱来的那种帅气，大家不要妒忌我。刚刚有说完吗？撕破脸的那个，他就觉得撕破脸了。对，他就排，就是我们一起练舞的时候，就练着练着就疯起来了，就对，就大家其实发生的比较多的那种有趣的事情都是在排练的时候。嗯，然后那我误用大家一起出去吃饭看电影的时候吗？这个我不在嘛，这段时间不是吗？对啊，你错失了很多我们有趣。他带着你的照片去玩，啊，到了个景点，太狠了，真的假的？对，那我毋庸置疑就是谢飞。你是不是暗恋我？你叫我好几次了，怎么回事？你叫我这么多次，是因为你实在是太好了。谢飞，控制一下，控制一下，控制一下。我因为我觉得谢飞他是那一种比较土味的，你夸我就夸我，你还加个土味，就我没有说我要夸你啊。你的表情，对啊，就是你们也知道，就是某手啊那个 APP， 就是为你打造的，对，他疯起来就是那。我知道了，谢飞在有一个地方特别好看。哪个地方好看？就是微博。你们知道微博他之前不是拿了那个什么七姐，然后他就在那个下面，我到现在都还是那个，我现在刷微博都能看到谢飞飞已经陪伴你43天。就说到这个我很无语，那飞架就是有一个粉丝，哦，我不认识，之前就是在我拿这个七姐之前，我不知道这个粉丝是谁，开始在我的超话每天飞降飞降，我什么时候降飞降，然后过了没多久，就那个微博奖励来了之后，飞降天天陪着你什么来着，我什么时候多了个飞降的名字，就很强，是那个微博官方估计偷看我的超话啊，有点惨，就只有一个飞降，就是不知道你的那个外号是什么，然后就飞降飞降，就听起来其实有点奇怪。就哥，你能不能换一个飞哥也好？飞哥传输是吗？懂了。飞哥，对，可以叫我哥，但这样有点奇怪，就听起来。飞弟。那，倒奶黄包。我觉得就是谢飞，他有时候呢，有时候就是我不知道怎么说，就是碰到他的时候啊，我就觉得他很土。对，就是我有一次，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次，他前段时间不是咳得很厉害吗？然后就是出门要带保温杯，然后那种的。然后他那次去吃火锅，然后穿了一条那种那个很宽松的黑裤子，然后发到房间就是那种，
挑战不了。对对对，就是那种，然后那组印象超级深刻，模仿精髓很到位，那个背驼的哟，天哪！你就是这样的，你就是这样的。他本来是这样子的，然后模仿完就有这样子了，线条反过来了哦，不错。现在还有一句名言，你们不觉得跳街舞的驼背起来都很好看吗？对啊，跳街舞这样不很帅吗？老师说了，那是流氓。对，就有一次，就我们跳什么来着？就反正是很可爱的舞蹈，然后谢谢在说，哦，是那什么，记住你的美好想象，记住你的美好。然后一下来，老师就给我说，谢飞你在上面耍什么流氓？我们觉得很帅。你们有看过这个片段吗？就是有印象，我现在看到了。不帅吗？你们觉得？哪个先讲了？我觉得以后你们打 call 打这一段的时候可以，谢飞流氓。可在线 order 没有？哎，你说打 call 那边是贼牛，不知道是谁？我们跳那个完美犯罪，真的突然加了 call， 就不知道怎么来的。我们跳噔噔噔，哎，别，我整个乱掉。我操，无所谓，无所谓，就很强势，就希望能改一下，就口齿清晰一点点。好的，好的。那谢飞，你要不要来点评一下你自己疯的时刻？我觉得我不疯啊，不觉得很舒服。那你说一个，你说一个疯的，你随便。说一个疯的呀？你怎么给我安排上的？你小乔粉丝吧？对，其实大小乔真的很疯。而且大乔是那种以前是小乔，就是一笑得很开心，就哈哈哈就打过来了，就没有一个巴掌一点的，真的，她们两姐妹就改了打铁的。不是，没有，我觉得叫本色出演，笑得那么出众。没有，就是她们笑声很夸张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我从来没有看过有人可以哈哈，是那种，不是你这个还比较厚那个声音，他们是带点尖叫的那种笑声。你就说我 man 呗就好了，你就说我嗓门厚，你 man。没有啦，你很淑女。啊，对，淑女。好，我知道了。那我们台上其实每个人都有心目中比较疯的那个人，那我们就进行我们快乐的深祝环节吧。耶耶！深祝什么时候多了个爷爷啊？前面。就是为了活跃气氛，即兴添加。哇哦，有谁有深助呢？没有。哦，我有。原来只有我有。好，那我开始了。请问 ID 为 Muti 的朋友在现场吗？好的，看到你了。我想想。哎，我要说什么来着？想不到了。哦，谢谢你每一场公演都这么卖力的打 call。虽然有的时候我知道，就算全场都没有我的 call， 但是你肯定是全程都在为我打 call 的那个人。非常感谢你从一个单晚粉丝，然后现在慢慢的进入到了应援会，然后也开始为我应援。做应援会的事情，对。然后非常感谢你，祝你后年生日快乐，谢谢。耶耶！好的，接下来就让我们欣赏精彩的公演曲目吧。耶、yeah. yeah.。